Hello， 小红书的朋友大家好啊，我是陈敏芝。其中一个我很喜欢的角色呢，就是《使徒行者》里面的莫善恩阿 Yen 啊。我觉得呢，一定是他和 Kobe 的很多幕都很深刻，但是其中一幕呢，应该观众朋友都很深刻的，就是呢，他在火场那里救我出来啊。加埋呢，越难越爱那首音乐呢，简直是好凄美啊。其实呢，我哋好多时呢都係拍啲好惨情嘅戏嘅，即係要喊啊，或者呢係喺火场嗰度啊，就污糟邋遢啊，去到嗰啲地方呢真係有蛇虫鼠蚁啦，跟住呢又熱啦又污糟啦，咁但係呢基本上呢我哋太投入啦，即係我哋呢喊到呢啲口水鼻涕都流到成面都係呢，但係真係好正囉，即係自己睇亲都係觉得哇，如果真係有呢对情侣就真係不得之了。其实呢阿欣跟我似的地方呢，就是很有正义感啦，当然好像我这样啦，我很专一啦，所以我觉得他都有几多东西似我的。喂，你问了我这么久呢，究竟你们又喜不喜欢我这个阿欣的角色呢？又或者你们有没有我拍过什么剧一些角色你想我跟你分享呢？记得呢在评论区那里留言告诉我。